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近日有消息称，万科事业合伙人银安合伙委托的国信金鹏资产管理计划与招商财富德银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梅沙中心均为万科管理层及相关人士，二者持万科总计股份是超过了5%，疑似构成了一致行动人，但万科对此没有做披露。对此，深圳市万科企业资产管理中心表示，德银专项资金管理计划是一个独立的资产管理计划，其管理人是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德银资产计划的投资决策权由优先级委托人招商银行和劣后级委托人共同拥有，但是呢，招商财富自主行使德银计划下的股票的相关的提案权、表决权不受委托人的控制。那熟悉证券法的人士认为，金鹏资产管理计划和德银资产管理计划互相独立，分属不同的委托人，国信和招商财富拥有独立的表决权，并不构成一致行动人。